小店，这有点打架呀。 这条线，先把它关了。这是消化不下去吗？不至于吧？ 地基平整一下吧，这边放放它。 这里截断，这里穿入，这里穿入。
爹的他不知啥。圈要退收缩了。
劝退的跑道，找个办法。什么鬼啊，什么鬼的物品碰撞，是放在哪了？为什么当时要这么决定？
大肉那种。送出去，假船来拿了这。八条线过来，朝哪个拉线过来？朝这里拉线过去。朝这里发出来。
谢谢观看。剪辑小逆，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